电视是有点小哈，我爸已经说了，过两天呀、给咱们送一台大的彩色的电视机。那感觉好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彩色电视机什么模样呢。过两天你就看见了。妈，抬下脚，我把下面脱一下。你躺一下。小丽。哎，爸，你这怎么来了？今天是周末，我来看看你们。亲家，屋里坐。不，你们坐，你们坐。我找刘东说点事儿。刘东呢？在厨房炒菜呢。哦。东子。哎。哎，爸，刘东。哎，正好我中午陪您喝两口啊。看有没有你们爱吃的。做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了？你们是双职工，每天都要上下班，你让你母亲跟你妹妹住在这儿，你哪有时间照顾他们呢？不是，这事儿李丽同意了。小丽同意，我觉得这么做也不合适。她是孕妇，她还需要人照顾。当然了，你让你母亲跟你妹妹住在这儿，我也不反对。你能不能等小丽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再把他们接来？你们是当大夫的，应该知道。孕妇不能够打动的。妈，这不关刘东的事儿，是我要这么做的。你现在还逞什么能啊？你是孕妇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照顾他老人家也是应该的。啥孕妇？金天母，你不知道吧？这孩子啊，好面子，不好意思说，她怀孕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我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妈。什么不的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是啊，这可是大好事儿啊！妈，这什么好事啊？你嫂子怀孕了。嫂子，你那天在厨房吐了，原来是怀孕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格格，你真是太有福气了，这一结婚就要当爹了，这就咱们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早生贵子。哎呀，这格格今天就在你那儿营业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咱们刘家祖上有德呀。哎呀，亲家呀，我们呀以前不知道，今儿我们知道了，我啥活也不让他干，我们伺候他啊。我也伺候。有你啥事儿？小丽呀，妈，上屋躺着去。别，我真是没事，没那么金贵，就请活活能干的。躺着啊。哎呀，你一边去。刘东，爸爸的话刚才说的可能严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要理解爸爸的心情。没有，我特别理解，以后有你放心吧。拜托了，你吃完饭走吧。不用了。谁的东西糊了？哎，哎呦，完了，真糊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注意点啊，这可是两个人的房间，万一要出什么事儿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的命不值钱，我的命还值钱呢。这粥糊了你还喝？别喝了。我不喝我吃啥呀？
想吃自己拿。你不是生我气了吗？干嘛给我东西吃？我是生你气啊！哦，那天晚上我在复习功课，你在这敲啊敲，轰啊轰的，我能不烦吗？烦什么烦？我整天睡不着觉，我还烦。为什么睡不着觉啊？不为什么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说说，到底想什么呢？说什么呀？没想什么。肯定想什么了，这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的。到底想什么呢？快说说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哎，行，我不吃，我喝粥。我是够烦的，爱吃不吃，那猪也不给你吃。机会跟他们说呢，这不正好。刘东，难为你了。你嫁我后悔吗？你娶我后悔？不后悔。只要俩人能好好过日子，我就觉得不后悔。我只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没别的想法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啊，还有一点，干完了就走。赶紧回家吧，老婆还在家等着，一会儿我要锁门了。这张图要的急。拿回家画去吧，要我帮你画？那太谢谢了，你帮我画尺寸吧。啊。按照这张旧图画。好好好好好，那走了，谢谢啊。不谢不谢不谢。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挺立在院落的一角，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。Thank you.
小宝好不好？嗯，刘小宝，谢谢你，刘东。你先睡吧，我跟我妈说点事儿。没睡呢，你。你也没睡呀。妈，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。你不找我呀，我也想找你。怎么了？东子，明天我们就都回去了。你媳妇儿呢，怀孕了，我们待在这儿呢，也只能给你添乱。等她生了孩子，我们再回来。妈给你带孩子，妈啊，我跟李丽啊，一直是想让你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的。别说了，东子，咱也不能让人家亲家说出点什么来。妈明白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丽华跟爱国那儿呢，我去说去。我知道这两口子一直就想待在城里头，可你现在这情况不是特殊吗？再说了，他们整天住在那招待所里头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要不让我妹先留下，让她给我和李丽帮帮忙什么的。我别去了，要走啊，我们就都一块儿走。那两口子他没见过世面呢，他在这儿啊，他只能给你捅娄子。妈这儿啊，还有100块钱，你给小丽啊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这还是她给我的呢，我没花完。自己留着花，我们俩有的。别去，就算我给孙子买点啥的，啊。我看小丽那身子骨啊也挺单薄的，你这会儿就得给她补补，要不将来咱那孙子呀没奶吃。